Hello， 大家好，我是舒凡。其实很久没有来清美了，因为这边的场地其实是需要申请的，然后我刚好就是这几个月运气比较不好一点，都没有申请到。对，然后而且今天还是就是五次如果都没有抽到场地会保送一次，所以今天还是保送的那一次。对，本来很怕就是今天看天气想说会不会连保送都要取消了。幸好没有下雨，对，很开心。对啊，隔了好久没有来清美，应该有快一个月了。对，那接下来呢，所以第一首就要先带来多一点轻快的歌，这首歌红安妮的《黄衬衫》。嗯，去听他的演唱会，他前一阵子刚结束了一个小巡回，就是好像有到全台湾总共六个地方唱歌，对。然后他的巡回名称我觉得很可爱，就是一起去旅行。对，那时候很想去 Foro 听他的演出，可惜我那一天也刚好有表演，对，所以就没有听到了。然后他昨天有上传一系列，就是他这个巡回的，还有请。应该是好朋友，对，就是帮他做，他到每一个地方演唱的一些策略啊，然后他也有为每个城市就是选一首歌，对，就是他觉得可以，他的歌里面或是别人的歌里面可以代表这个城市的歌，
我觉得很特别，然后他有在就是花絮里面说明原因。对，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就是很清新很自然的创作歌手，所以我还蛮欣赏他的。对，刚那首歌是红安妮的黄衬衫。下一首想要带来的是理想混蛋的歌，这首歌是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在网络上也是累积很多的人气，我觉得很厉害。
来这首歌是理想混蛋的《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对，然后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好像是听到朋友的翻唱，然后就觉得，我觉得这首歌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对，然后就去找了原那个他们有上传 demo 在 YouTube 上面，对，然后就把原曲找来听。对，我觉得真的很有就是温暖然后疗愈的感觉。对，这首歌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而且因为我觉得他歌词写的东西是很日常的，所以你可以很直接的想象那个日常里面的画面，对，就很容易进入到他写的那个故事里面。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接下来也要再带来温暖的歌，这首歌是房东的猫的《美好事物》，也是很有疗愈的作用。Thank you.
唱。这首歌是房东的猫的美好事物，那我觉得他们的词曲也都很美，不太一样的美，就是他们的歌词，很像，我觉得很像，可能是古典的那种画作的那种感觉，对，然后也是有一种很疗愈、很宁静的感觉，对，刚刚那一首是美好事物，歌里面我也很喜欢，像是。我不确定我歌名会不会讲错，歌名有点长。你是我最后一次的浪漫，对吗？对，可能大家回去可以搜寻看看。我觉得就是那首歌，真的就是有一种很浪漫的感觉，很像是在跳两个人在跳舞的感觉。我自己听的感觉，可能每个人会不太一样。接着下一首想要带来的是《告白气球》，应该大家都有听过。全都有你
《告白气球》，有一种很甜蜜的感觉，放给大家，谢谢。接着下一首，带来《慢慢喜欢你》。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
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写到起初安慰的傍晚。再来，这首歌是孟蔚的《慢慢喜欢你》，谢谢。觉得喜欢这首歌的原因，有一部分也是因为它的歌词，就是很像就是日常生活中常常会出现的画面，所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也是很容易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故事里面。我觉得李荣浩的词曲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厉害，很佩服。对，慢慢喜欢你。如果大家喜欢我唱的歌，也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帮我按赞，或者是追踪 IG， 我有把名字贴在麦架上面。我叫沈书凡，书本的书，帆船的帆。对，然后 IG 的账号是 maniac.n。对，如果未来有表演的行程或是影片创作的 demo， 都会放在上面。对，大家可以上去上面看。接着想要来唱一首自己的创作，这首歌叫做《爱》，是比较慵懒一点的曲风。不懂。
想继续在这里，继续在柔圈玩游戏，决定离你远去。这首是自己写的歌，这首歌叫做《爱》。虽然说它的歌词，如果单看歌词，可能会觉得好像比较悲伤、比较沉重，对。但是我是想用比较慵懒，然后比较豁达吗？对的感觉来表达这样子的一个情感。对，刚刚那首歌是自己的创作，叫做《爱》，大家也可以。到 YouTube 上面，对 YouTube 上面有一个侧录的版本，谢谢。接着下一首要带来的是《绕着地球转》，这首我觉得很可爱、很轻快的歌。一路
路上的风景都为你慢慢的播放一出最美的梦，以为生发现是真的，还牵着我的手左转再右转，一起寻找世界隐藏的美妙的可能，都以你眼神转一圈又一圈，绕着地球转。这首歌是旅行的绕着地球转，很有春天的气息。刚刚唱到一半一直很想笑，因为我刚转头看我的手的时候，发现有一只蚊子就是停在我手上一直在吸我的血，可是唱到一半好像不能随便停下来，对，所以刚刚进副歌前还有听了一下，先把蚊子赶走，不然手很痒。吕欣，我觉得她也是一个很棒的歌手，她吉他非常厉害，对，她是一个创作女歌手。然后好像去年这首歌是收录在她的，应该是去年的专辑，对，然后专辑名字就叫《春天》，对，然后所以里面的歌曲我觉得都还蛮轻快的，对，真的就像她专辑的名称一样，很有春天的感觉。然后我觉得他的经历也很特别，他曾经应该是，我不知道是多长的时间，对，他曾经到澳洲生活，对，就是在那边当街头艺人，我觉得很厉害，对，也还蛮佩服他的经历的。他吉他弹得真的非常的好，唱歌也很厉害，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搜寻。接下来要再来一首陈绮贞的歌，这首歌是她比较早期的作品，这首歌叫做 After 17。 如果就是乍听之下，我会觉得它属于比较灰暗的一首歌，对，曲风比较阴暗一点点，但是我觉得看了他的歌词以后，会觉得其实这首歌还蛮有一种很坚强的感觉，对，很勇敢、很坚强的感觉。大家可以听看看 After 17。
我的孩子气候，孩子气保护我的身体，每天每天电视里贩卖新的玩具，我的玩具就是我自己。自从那一天起，我自己做决定。自从那一天起，不在意谁的否定。自从那一天起，听我说的道理。自从那一天起，不在意谁的否定。自从那一天起，我说的道理 When I am after 17。这首歌是陈绮贞的 After 17， 谢谢。就我对他的就是副歌里面的两句话非常有感觉，就是自从那一天起我自己做决定。对，我觉得搭配这个旋律还有这首歌的感觉，就会有一种很坚强的意象。对， After 17。接着下一首想要带来的是告人的披星戴月的想你。
这首歌是告五人的披星戴月的想你，谢谢。接着下一首想要带来的是台语歌，这首歌是李英宏的《妈妈老》。对，它原曲比较可能比较节奏比较重一点点，然后就把它改成比较抒情的版本。然后那时候听到这首歌很感动，是因为它有在 MV 下面就是分享关于这首歌的故事，然后其实他这首歌很早就完成了，但是一直还没有达到他心目中就是这首歌应该要有的最理想的样子，对，所以就一直放着还没有发表。然后他说，有一次很低潮的时候，然后去借住朋友家，对，然后朋友就讲很多安慰他的话，然后他那时候就是用手机。刚好就是有把这些对话内容都录下来，对，所以后来最后3年过后，他发表这首歌的时候，他把那一段朋友鼓励他的话，就是放在歌曲的最前面，对，所以那时候听到就会觉得这种就是朋友互相的那种义无反顾的支持很感动，对，所以就很喜欢这首歌《妈妈老》。希望
秀，早就已经改变了你，已经改变了我，当初那个懵懂的自己，时常在大声喊，早就已经忘记的你，已经忘记的我，现在这个我的心情是袂得轻松，哦，时间在流动，予伊慢慢啊慢慢啊流淌，予伊慢慢啊慢慢啊开始懵懂，哦，时间在流动，予伊慢慢啊慢。慢慢啊，慢慢啊，开始懵懂。慢慢啊，慢慢啊，本来这首歌是李英宏的《慢慢啊老》，谢谢。像在飘雨，希望等等就停了。好，希望不要下雨。那来唱一首《太阳》，郑怡农的《太阳》，很温暖的一首歌。太阳。
来这首歌是郑怡农的《太阳》。下一首想要带来的是《鱼》，陈绮贞的《鱼》。